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所以为什么？因为你不会邓丽君的歌。谁是邓丽君啊？哼，只要你能愉快。在台湾还有一位唱出很多经典好歌的伟大歌手，那就是邓丽君了。那随着这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嘉庆要告诉大家，为了纪念邓丽君，温哥华将会举办一场邓丽君的歌唱大赛，报名截止日期呢是7月31号哦。所以如果你跟嘉庆我一样曾经被邓丽君给感动过，或是如果你很会唱邓丽君的歌，还是说如果你还想再被感动一次，那么你呢就绝对不能够错过这场邓丽君的歌唱大赛。邓丽君歌唱大赛Baby， 你等着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不移，我的爱不变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我请